跟鼓励鼓励，我来带来一些老歌的组曲。如果你们没有，你们有去看江蕙演唱会的举手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哇，这还蛮少的。好，那我现在来唱他第一场演唱会里面他有自己安排了一个组曲，那大家来听听看，欣赏一下。一起唱哦。
差不多就是这样子，但是要再大声一点，换这一边的 you， 故意唱走音啊，没有啦，是真的走音啊 you。很厉害。